这般境地，就算是神仙，也杀不了人了。我也杀你，这是幻逆气运。徐凤年，你这身大黄庭终究不是你自己得来的。我将自身气运、武学之路都送给你，同时也是将我的解暑衣并给你。若你从小习武，并无大碍。 为什么救我？世子，世子，世子，因为在我最绝望的时候，你娘曾给过我一线生机。爹娘。 谁杀你，我便杀谁。